有传闻堡垒之夜有一个邪恶的马桶，这个马桶但凡是颜值过高之人，只要坐这个马桶就会被这个马桶吞没。因为这个马桶它是一个非常嫉妒别人美貌的一个马桶，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颜值非常高的人，那么今天我就以身试险，我亲自去试一试这个马桶，看看它是否真如传闻所见。就是它，兄弟们，就是这个马桶。然后这个马桶是在这个地图这个位置啊，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位置，然后我们来试一下。我操，我真的死了啊，真死了呀。这个其实是我在推特上看到一个帖子，所以说大家如果想测试一下自己的颜值的话，可以去刚才那个地方，然后去测试一下，看你会不会死。我操，怎么就往我脸上飞啊，兄弟。然后还有只阴狗这边。 OK， 想阴我，这个方法大家其实还是不要去试了，我觉得就是你如果没死的话，那你岂不是会很伤心吗？你如果没死的话，那是不是会很伤心啊？但其实这个其实都是扯淡的，好吧？其实刚才那东西都是我胡扯的。其实你坐那个马桶，你就会必死，它是一个必死的一个马桶。哦 ，Jerry， 我来了 ，Jerry。我操，怎么都来干我呀，兄弟们，都是好兄弟啊。怎么又来一个，这是谁啊？我靠，怎么又跑来一个，我吐了。我操，我溜了，我溜了，我溜了，溜溜球好了，先喝波甲，好，我来偷他一波。哎呀 nice， 还在这舔包，兄弟喜欢舔包，听说你要拆底板呀，我搭太高了。我的蜘蛛侠，这人不会要飞上来吧？我飞上我就给你干死，好吧？哇，白血了这个人，干他，干他！刷毒了呀，兄弟，还不跑毒吗？把这个人毙死好吧。再喊我，我操，他被炸死了。还有最后两个，下来吧，兄弟，下来吧。哦，我靠，这都没死啊！哇，这就是蜘蛛侠吗？这都没死，我的天哪！好的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